身旁这一台是今年六月才刚刚在台湾上市的台抗 GTS。那所谓的 GTS， 一如保时捷习惯的模式，就是在产品中期之后推出的运动车款，操控性也非常强调，但同时又保有豪华舒适的内在。这一部台抗 GTS 它的定位是介于上一级的 Turbo 跟下一级的 4S 之间。那它有一个亮点啊，除了运动化的包装之外呢，由于采用了全新的强化电池，因此它的最高续航力是台抗全车系当中首次突破500公里的车种。换句话说，它的操控性更好，同时它的续航力也更强。那我非常好奇啊，在电动车上面，保时捷是如何诠释所谓 GTS 这三个字？现在马上来体验一下。乍看外形哦，跟一般的台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不同，但你仔细看，其实它融合了非常多所谓 GTS 的元素。首先呢，是所谓 Sport Design 的这种空力套件，包括下巴侧裙，还有就是车尾的下保杆，其实都跟一般的台抗不太一样。此外呢，保时捷另外一个精华就是大量的选配，主要是强调会减少很多刹车来令片的粉尘，看起来非常光滑。一如其他的保时捷 GTS 车款，它也采用一个强化的气压悬吊，换句话说，它底盘经过强化，然后呢，高度也可以调整。除了它的外观之外呢，最主要它还是一个四驱的设计，前后都有马达，然后呢，前单速后双速的变速箱，电池是经过强化，除了续航力更强之外呢，它的最大马力也接近600匹了，0到100公里只要3点多秒，其实非常强悍。坐进台抗 GTS 的内装，这一台试驾车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它并没有选配所谓的 GTS 的套件，它反而选配一个非常特别哦，就是采用环保材质制造的座椅哦跟表面，这种浅棕色的内装搭配外框金属的饰条，非常高雅。它的基本结构跟台抗全车系几乎是一样的，一个大型的曲面萤幕，一个中控萤幕，下面一个是负责空调的大萤幕。那此外，它还选配一个副驾的小萤幕，让副驾可以更有参与感。我这台车啊，虽然选配一个大型的这种玻璃天窗，但比较可惜的就是从台抗 GTS 开始，它有一个日照可辨识，就是会渐层的车顶，但是选配价高达32万哦，那这台车就没有选配。保时捷是非常强调客制化，包括这个蜡灰色的安全带，甚至是 ACC 自动跟车系统。现在直接上路，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套18项的跑车座椅，真的包覆性、支撑性非常好。我们先用标准模式慢慢开，开起来还是像保时捷，只是它少了一些声浪。那我觉得在动力的传递，它还是非常平顺跟线性。我们现在调到一个运动模式，然后在一个上坡，大脚电门，这力量真的是非常强，但是似乎没什么声浪。不过没关系，它有一个电动跑车音效，我们把它开启，稍微加速一下，我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。那动能回收呢？其实它一样有3段，关闭、开启或者自动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设在自动，就不会那么突兀。我觉得跟其他品牌比起来，它的动能回收是也设定的比较自然。好的，我们把行车模式切到 Sport Plus， 车身降的最低，然后整台车的调教就是更运动化。不晓得有没有听到这种强调运动的 GTS 车款呢？原来它模拟的声浪也真的比较有跑格。
其实开电动车最爽的时候就是时候出弯加速或者遇到长上坡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有一点模拟油车拉转的感觉。好的，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操控。既然身为台抗第一台 GTS 车款，才过了几个弯啊，你就很明白说，这跟一般的台抗真的不太一样了。它的前轮真的变得更为灵敏哦，刹弯真的非常敏锐。大家不要忘记哦，这可是一台两吨多的车，虽然它有很充沛的扭力，让你感觉不到它的重量感，但是整体非常硬派的调教，让它的操控感真的我觉得提升了不少。不过它也不是没缺点啊，就像很多保时捷的运动化车款一样，这一套气压悬吊我觉得它处理恶路的能力还不错，但是低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轻微的弹跳感。那唯一能改善的方式就是提升速度，你就是想办法把它开快，那很奇妙，就是每次你开快一点它就会更舒服一点。看似变化不大的机械结构哦，它只是调得更为运动化一点，比如说它的悬吊变得更硬，车身变得更低。那当然呢，因为这台车的动力更强，扭力也更大，但你会觉得整个感觉是刚刚好，不会像台抗 Turbo 那种很冲的感觉，让你有点抓不住底盘的感觉，或者像入门款的台抗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没力。这台车快600匹的动力竟然是这么被调教的这么均衡，那出力的方式真的跟保时捷的油车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车头没有负累，那进弯就不太有推头外推的感觉，车头没有什么负担，非常轻盈，非常犀利，非常敏锐的感觉。我这出弯加速真的太爽了，刹车也非常好，非常渐进。今天试过这一台台抗 GTS 之后，我不得不说它真的是台抗里面操控性最好的一部。我万万没想到借由这种强化的动能，然后跟运动化的调教，开起来可以操控感这么强。对比其他竞争对手，比如说特斯拉或 BMW， 他们也都会强调自己的运动性能不错。那当然电动车每一台动能都很强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整体的调教方面，目前真的没有人可以赢得过保时捷。